好，在开始今天影片之前呢，请打开的 CC 字幕，这样会比较好的观看体验哦。那因为今天这支影片呢是单纯的谈话性质，所以我就不要求大家一定要订阅、喜欢小铃铛跟分享了。今天就是单纯的跟大家聊聊我的近况。好，身为一个上班族呢，其实我还蛮。那个时候去应征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加班的频率会是这么频繁的。我一开始的目标是想说，就是既然是正常上下班的话，那下班就有时间拍影片。结果现在如果加班的时间变得这么长的情况底下，有时候真的很有可能连一分钟都生不出来。嗯，大概是这个状况。那有些人会觉得说，可能影片太短，一分钟没有意义，希望我可以拍一点长的影片。但是其实影片要长呢，就要有经费，除了经费，还要有时间。没有时间，没有经费，至少要有人力。刚好我三个都没有，所以如果说现在要我，我当然知道大家想要看一些比较特别的题材，或是比较需要消费一些大成本的题材，但是现阶段我真的是没有多余的钱可以拍这样子的题材，所以才一直在做一分钟系列。甚至有些影片其实就是非常低成本的，然后尽可能的炒冷饭。对，这也没办法，因为这是我目前唯一能做到的事情了。时间真的非常的不够用啊。加班就饱了，真的。那拍这支影片也不是要抱怨啦，就只是跟大家讲一下我的最近的状况。但其实我的状况一直都有在副频道的运动影片前面有一小段都有在做近况告知啦，所以有在看我的副频道的运动影片的人应该会知道，说我最近的就是拍一分钟系列真的是不得已，但是又不能不拍，因为日更才会有机会把观众拉回来。像是如果今天有一些很久没看到我更新的观众，他会发现，哎，怎么突然我的更新频率变多了，就会有兴趣回来看。那也有可能没兴趣了，就取消订阅也是有可能了。但就是多方尝试嘛，嗯。然后原本要拍一个一分钟的公告系列，想跟大家讲一下，说之后有点想要拍一些可能超过十分钟的影片，但是就是不会做太复杂的后制，对，是这样希望啊。但是现在如果公司要加班加到这种地步的话，我想我也很难有机会可以去拍一些十分钟长的影片，尽力好不好？所以我目前的现况是希望。就是日更，然后尽量一分钟系列，然后不要让自己太晚睡，因为今天公司在体检，刚好有体检，我的心跳又掉到50以下，越跳越慢欸，我的脉搏是正常的，我血压也是正常，欸，脉搏不正常，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心跳就是超慢，这就是我的现况，对，所以尽可能的，我还是会尽量想一些大家会可能想看的一分钟，或是想看的题材来拍，尽可能的。而且最近一直要约维特，一直约不到。对，前礼拜呢，就是影片生不出来，所以想出来赶个影片。上礼拜就加班，我还不知道说这礼拜有没有机会跟他约到，因为我不确定到底我228要不要加班。啊，凡事都是未知数啊，所以尽可能的，我会尽可能生影片出来，我会加油。对，那一样，一直有在看我影片的观众，真的是很感谢你们都有来看，尤其现在没字幕了，你们也还来看，这是蛮感动的一件事情。对，那我相信有些人看到我炒冷饭呢，一定会大方但下不喜欢，那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对，之后连影片后制的时间都会越来越少了。那我也很想做那种十年磨一剑，可能一两个月、一个月里面出两支，
那个很大成本的影片，但是成效太低了。现在这个环境跟当年的环境，其实我是觉得差很多了，已经不是你随随便便花个钱，然后观众就愿意买单的状况，对，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顺带一提，有观众说我吃东西的样子看起来很疗愈，所以就是不是要换形象啊？走别的路线，我谁的路线？应该是不会了。啊，好啦，等一下呢，就是这个影片剪一剪，然后今天尽可能早点睡，对，希望不要再加班了。好，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就跟大家讲一下我的近况，然后我会持续努力的，对不对？想当年，想当年，英雄一开始的时候，买一两包，就是那个时候他还有工作的时候，他有些影片就是开个一两包卡包就结束了，所以我在想，我最近也可能是往一样的路线去前进了，对，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做全职啊，所以做一些小成本的开箱，对。或是小成本的一分钟，尽可能的让每天大家每天都有一些娱乐在。虽然说我很害怕大家看一分钟越看越觉得无聊，我会加油。好，今天就先聊到这边。我觉得聊天影片应该不会吸引到太多人来看，就只有忠实的你们才会。谢谢大家，为了明天我们继续努力。